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实招聚焦，再跟大家分享几个内容。刚才我们讲那个红蘑菇那个，我看留言朋友挺多，说涛哥，我们这回到底听谁的？我都打两针了，反正是说什么样，基本上的描述呢，就这么个描述了。那就我个人来讲，我个人觉得这是件很悲剧、很悲剧的事情，真的。这是件很悲剧的事情，只能说听你命运的真实，我这个只能自己帮自己，别人说什么，其实我今天说什么你信吗？我个人觉得也是个问题了，其实大家都是将信将疑的，因为对自己本身都不太确定。那原因不就是就现在来讲，精英文化所塑造的一切，精英文化他只是按照他的需要，按照他的需要的意思就是他的现在政客掌控了一切，专家掌控了一切，社交媒体掌控了一切，主流媒体，那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跟普通老百姓是对立的啊，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对立的。他对立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他们是生命的，他们是在今天人类社会当中价值观的佼佼者。在他们眼睛里，所有大多数人都是 loser。很多朋友喜欢骂别人是 loser。你要能理解喽，你在今天的首相、总理，你在今天的州长、省长的眼睛里，你是个 loser。你在今天福奇的眼睛里，你是个 loser。他说一句话，你说他是假的，美国听他的，然后呢总统下达命令，然后你要不执行呢你就违法，所以你是个 loser。 所以今天的大多数人在秉承着 winner 跟 loser 的过程中，你们大家大多数人将死陷落在这种自以为是的 loser 当中，你就成为名目其实的 loser。因为当你去诅咒别人的时候，当你在生命的价值观当中你斥别人为 loser， 当你拿了个屁打头的东西的时候，所以你自己呢就被人家当成屁了。哦，我不开玩笑，你在福奇眼睛里你就是个屁，其实你都轮不上他的个屁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。我们现在看这张图，这是CNN， 你说 CNN 是 winner 还是 loser？ CNN 的一张死亡每十万人，我们通常看都是百万人，它是每十万人死亡的人数的一个图，颜色越深死亡的人数越高。我以为它的标准是在190，如果十万人里头交190，你可以看到在拉美国，就是拉美跟北美地区是严重的地区，在欧洲地区是严重的地区，在非洲南美稍微严重一点，在亚洲没事，澳洲没事，就是亚洲大洋洲没有什么事情的。在它中间比较厉害的是中间这部分，这是真正死亡率啊，这个你要弄清楚，这是十万人里头死多少人呢？在这样的划分当中，你会看到一个很明确、很明确的特点：穷人没事儿，在穷人有事的氛围当中，跟宗教有